46岁香港歌手梁咏琪与西班牙籍老公结婚后，育有一女，尽管近来正筹备2月演唱会，仍不忘在春节期间晒美照与大家拜年。除了冻龄颜值之外，她豪宅家里的内部装潢也意外掀起关注。梁咏琪在大年初一就向大家拜年，只见她身穿蓝色气质洋装，贵气耳饰亮相，手拿住红色兔子应景，开心写下大年初一祝各位兔年快乐，心想事成，身体健康，如意吉祥，新年新气象，我都祝福自己演唱会顺顺利利，身体强壮。而值得注意的是，梁咏琪家中的客厅走木质调，大圆桌椅子都是木质，无论是墙上的装饰，桌上的摆饰，都相当具喜气，整体简约又不失过年氛围。事实上，梁咏琪一家三口居住在半山豪宅，先前疫情期间，她爱上在家制作陶土，还有超大靠墙的展示架专放作品。而除了陶冶性情之余，一旁还有大片窗户让她饱览室外美景。据了解，曾有一次是装修师傅的网友透露，梁咏琪家中光是内部装潢就高达台币300多万元，